从新车上下来，拍的那些拍的像都是不上。他被车整到这里了，那不会上啊！今天该通知。不是不会上，这是我们那哈他提供这个服那个上班服务。要不人家就是不上了。他你就是为了逃避。不是人家逃避，人家一个女的，人家去闯荡红灯去。是拍照还不到急，他说在这他没用是不？他说他拍照下来之后，您临时拍照工作费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人家不知道呀，你这个车有限的，人家说过呀。你学科目一的时候，科目一上的都有的。那都学了八年了，谁还记得这个呀？那你怪我。明白了，你谁也没跟说过吧？什么需要我跟你说？需要呀。我给你这都是你自己报给他的。谁给我的？谁让我看了呀？谁让我看了？谁办的？俺对象办的。啊，你对象办的，你对象他没交给我，他没跟我说呀。那他开过好两三，你也说了，今天之前他开过两。你这个东西十一号到期时，俺没知道，俺不知道。驾驶证记12分，扣车，罚款2万元。